查漂亮妹妹哭得花容失色，因为她被抓到在卖淫。你来这边多久？你来这边多久？你来这边做什么？性交易多少钱？那个，怎么算？20分钟1000块，然后跟这个女子性交易。有大批的太极女子，咱们龙安街这里，我们在做一个性交易，有张姓的负责人哦，确实在这条龙安街里面租了3间房子，然后里面也做了很多小隔间，我要提供给这些太极来的女子来作为一个性交易的场所。而且不止泰国，还有印尼和一些台湾女生，因为主打便宜实惠，吸引不少客人光顾。趁那个客人最多的时候，我们进行一个查缉的工作。那现场查获17名的泰籍女子，然后还有7名的台湾籍的访客，以及3名现场的工作人员，包含张姓负责人。突发中心基隆报道。